这把的话是来到卫星基地啊，我们扮演的是保卫方。那么现在这个局面也是一个0-2的局面，那不用想选择中前零，哎，长江后面打掉一个，那就不用想了，直接压枪扫这个长江后面。因为长江上站人的话，那长江后面肯定是有人顶他的，就是卡在中路。那根据这个0-2的比分，还有对面的装备等级来说啊，对面可能会非常大胆，所以说就卡在这个中路。哎，果然是漂亮啊，3杀4杀有吗？好的，第4个被队友补掉，然后最后加钱又看见一个。漂亮啊，直接是拿下一个4杀。那么这时候听见小的后面还有枪声，那果然是过去怼。好的，漂亮。那第一把也是非常快啊，直接是拿下一个1v6，然后对面这个军衔等级是确实不错啊。那么上一把的话是中路是直接来了个刷屏嘛，然后这一把的话就骑着这个狙，结果没想到对面这一把又是选择中路潜艇啊，果然是很大胆很自信，有没有？好的，那就架狙这个B连，好，直接狙掉一个。就对，这个时候中路封的烟也封的比较浓啊，就是没办法啊，看不太清楚。那这时候果断是选择架这个炮台，然后啊，这个时候给大家听一段这个原声啊，也是比较溜。是不是果断就不淡定了啊？这个也是让我们今天解说视频的时候才发现，竟然录下来这么淫荡的笑声，这个简直是不敢想象啊！这个果然是我们逗逼室友寂寞同学发出的这个啊，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一个笑声啊，果然听起来就各种淫荡，有没有？我现在也是有点不淡定啊，不淡定。那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那我们现在继续是回到这个正题啊。给大家插了一段这个小的镜头，然后这第一把的话，这一把的话只是拿下了这个2个人头，这个老年痴呆狙啊，没办法。那么这一把的话依旧是选了中前顶，然后这个时候准备是炸一下这个长津阁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好的，因为前两把都没怎么杀到人嘛，所以说果断是起了这个我非常钟爱的刺杀阿卡，就是这么自信啊。拿阿卡的话那不用想，无所畏惧啊，就是这个节奏。好的，就是说直接选择加钱一个前顶。好的，A 小刀后面听到了，不用想，直接压枪扫射3杀 ，nice 啊！然后这个时候收下点，那根据队友的站位，那么最后的人呢，肯定是在他们家的，都不用想。那么果然是在这里封了个红烟啊，这个烟雾头朝来并不是特别好，看不太清楚。哎，这时候看到黄明啊，一个竖点摸了个爆头，哎，这个可以咬。那么队友爆点是在左边，那比如想跳过去一个跳扫 ，nice。那么这一把的话也是拿下一个1v5。好的，现在比分来到5-3。那现在又是什么个套路呢？就是让他冲的慢了点，然后队友特别给力，然后就剩下最后一个人了啊。不过被这个喷子喷掉了。那么这一把的话，不要紧，我们先看一下套路。中路是前点了一波，发现对面没有打中路的这个节奏啊，之后浪风是直接来的这个 B 连啊，来的这个 B 点，看一下对面会不会压冲击这个 B 大，没有。那这个时候炮台下是要死阵亡的一个队友，那么就回到这个 B 连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好的，漂亮，直接2枪3杀4杀 ，nice 啊，都是原点一个啊，可惜啊，这个枪有点水没将他带走，不然的话应该是4杀的节奏。这时候架在这个长津阁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好的，天天脚步声拿过来，哎呦。6啊，其实是一个爆头把乱风带走了，不过这个点位是非常位置的话是只露出一个头点啊，所以说是比较占优势的一个点吧。那么推荐给大家。好的，现在比分来到8-4啊，这对面直接赏了个雷啊，直接是炸乱风只剩下67血，但是话不要紧。好的，直接是他们家加钱一个扫射带走一个。那么这个时候队友是小的后点啊，直接是点了上去。那么根据队友的站位的话，这个 B 仓库是放空的，完全放空的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准备过去怼一下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哎，这个时候听到这个激烈的交火，那我就知道啊，我的机会来了，过去漂亮啊，直接把这个4杀。那么这个人也是被队友给补掉。那么这一把的话也是一个1v3，然后局面就直接打开了哈，完全对面是从哪儿都完全被我们抑制住了。那么现在就比分来到9-4，我们加速也是来到了25个击杀。那么这把依旧是选的中前点啊，对面是直接果断，中路是扔了很多道具过来啊，有可能是中路前点有没有？哎，尴尬了，对面是果断是为了针对我。那么好的，这个时候听见长枪后面是有个枪声啊，拿过来将他带走。
我们现在藏经阁肯定是有敌人的啊，本来是刚刚看见又看见一个人影，那不用想，我们现在就跳到高山上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好的，啊，好，看到一个爆头 ，nice， 那这枪也是比较换啊，直接是爆头对方带走。好的，那么又看见一个啊，这是一个速点，应该也是残废了。那么队友八点是 B 点集合，那我们先不要着急，先将这个长格的收掉。好，那队友上去就直接将他给打掉了。那么现在对面有可能已经是到包点了。哎，这时候到我们中路是死在一个队友，那么加钱肯定是有一个，那么有个速点啊，直接爆头带走。现在还有对面还有两个人，现在是一个三打二的一个局面。我们现在是暂时是等着这个炮台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因为对面的话还没有下包。好，这个时候准备是往他们家里看一眼，然后诶，这个时候对面有人打我，那边想跳下来，跳下来，那这一枪也是比较虚幻啊，直接是非常精准一个爆头。然后对面的话就开始不淡定了，不淡定了，那么最后这个结局也是比较蛋疼。好，我们先不要着急，我们先继续看啊，继续看下来。好，那么这一把依旧是选了中路潜顶啊，对面是果然中路用了很多道具，有没有感觉是要潜顶，那不用想，先上枪和打两枪，看见左边是有人，我加枪，装上 ，nice， 队友是不掉一个，那我们就直接跟队友顶上来。好，陈后看见一个，哦不是，应该是小的后点看见一个，然后就压枪直接将他带走。那时候中路又摸过来一个啊，漂亮，直接一 v 四啊，那么这一局也是打得特别快，啊对面瞬间就将对面八个给团灭了。那么现在的话。比分来到11-4，我们击杀数也是来到了33个击杀，然后33-6，这个 CDK 比还是不错的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加一下炮台，好的，那么这个点位也是非常自信啊，直接是两个爆头，啊对面就开始了啊，对面就开始了，然后果断是投票了啊，就是这里，这里是被这个地面冲出来给打的，然后对面开始投票了。那这些视频的话也是到这就结束了，因为被投票踢了出去啊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看吧，好，拜拜。我说队友是有毛病啊。Gotta get up again.
our lips it tasted like those cigarettes staring at the moon we'd go to bed in my arms you're safe and sound without a threat and I can't wait to see what happens next how far can we get if we sail A little bit high, a little bit low. How far can we get if we sail? A little bit high, a little bit low. We're still a little bit young, but I'm all in. We're still a little bit dumb, but I'm all in.But I'm all in